power. 下面出场的是俄罗斯选手卢波夫·诺德里。The second pair is Lubov Lushechkina and Nadali Maisulatse, representing. 好，接下来这对选手呢是来自俄罗斯的伊丽莎金娜和麦苏拉德泽，他们曾经是09年的世青赛冠军获得者。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，他们的对手，或者说跟他们曾经实力相当的，就是中国的隋文静和韩聪。隋文静、韩聪是今年的世青赛冠军。本赛季他们的自由滑音乐来自于1992年的电影《征服天堂1492》。这部电影描述的是在500多年前哥伦布探险发现新大陆的悲壮故事。
去年的世青赛冠军俄罗斯的伊留莎金娜和麦苏拉德泽。这一套动作完成下来呢，没有特别大的问题，两个人也已经尽力了，有几个地方是有惊无险，不过他们都很顺利的度过。女伴今年19岁，男伴今年22岁，也是刚刚由青少年组转向成年组不久的运动员。为了备战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，俄罗斯在双人滑还有冰舞这些项目上现在也是抓得特别紧。在这个新的奥运周期里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苗子，是比较具有发展潜力的。一会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抛跳，跟我们的不太一样。刚才他的抛跳，第一个三无三周抛跳抛得太猛，所以对女孩来说要控制住就很难。先看他们的碾转，碾转托举完成得很漂亮，碾转三周单跳，后外点冰的三周接，后外点冰两周，他们做的是一个连续跳，连续跳的分值要比连跳低20%。来看这个抛跳，菲利普三周的抛跳抛得有点猛，所以这女孩但是还是控制住了。那么俄罗斯他们的抛跳是第二个抛跳，后外接环三周，他们的抛跳技术就是完全是凭男选手这个力气力量，因为他们的男伴通常选的都非常魁梧高大，用力量，然后女孩很娇小，把女选手抛出去。另外一种抛跳的那个用力的方式，就是两个人进入之前，像女孩进入之前，你有自身的转体，获得了一个加速度以后，男选手再顺势一推，那么抛出去。这样对女孩来说呢，她身上受到的力没有那么猛的话，她控制起来会好一点。他们的旋转进入是有难度的进入，主要是男伴的那个设计得很巧妙。技术分60.99，节目内容分56.39，117.38分，这是他们的个人职业生涯当中的自由滑最高分。两套节目的总分是177.44，目前排在第一。